大格的在哪里？进入果菜市场巡场，市场副理手比的就是盘商做生意使用的最大格位。其实以四格啦，做一个比喻为啦，五四格爱不分是三格，爱当一画是画，该画230至280，啊可能一当可能是250。盘商传言意外中丧生的廖姓蔬果批发商父亲过去也曾在市场任职。事实上，盘商所说的市场格位每月租金因大小而有所差异，大格每月15000，中格10000，小格4000多元。那传统一些主食是进度跟努力的，那没有发达，我也敢征收6个月的租金，一个月大概是1500-1500。倘若格位让渡，大格行情350万起，中格200万，小格100万，再对比黑市价格恐怕更高。是吧？是吧？哦，啊，350的是啥物？350是应该是。贸易盘商进口蔬果后，得把握时间在保存期限内释出。市场遇上盛产，这批进口蔬果可能平盘或者赔售；但遇上风灾或天候不佳缺货时，就有机会赚一波。咱这风灾天都无采啊，进你啊手头进到采，你都做好卖啊，介绍去啊。啊，问题咱这大出的时阵。动辄10来万甚至100万价值的蔬果，盘商图一个成批交易获利，释出脱手能不能赚一笔，大概也得有天时地利。三立九六一的云林采访报道。